看我们单好小，肖庄哥要炸鱼翅，舍不得吃了。哇，这个炸海胆也是绝哦！你看还在冒烟哦。新出现的飞鸵牛。哦，这地瓜自带金光哦。哥哥，你看我也弄起来了，那个啰嗦。进门之前要先叮咚的牡丹，哥哥，叮咚了吗？他这里就让你先安静一下。今晚上要吃的食材哦。还有啊，还有，今天晚上要吃的食材。哇，先把嘴拿着。法国的蓝龙虾跟法国的鱼子酱。哇，它的紫苏花好大绿哦。哇，好漂亮的牡蛎汤哦。生蚝味很重。嫩吧，浓厚。要帮它沾粉，它炸。你看的油炸性好像海浪，因为听到浪一样。它第二尾。这就会震。对，我这是用比较高温油去炸。一起吃哦。给海胆上粉。炸海胆。是指数大一点，今天第一口吃我也在这。这海胆炸过，哇，你生吃的漂亮。三九九的海汤，这是鱼翅，等一下要给大家炸鱼翅，很炫吗？它只是炸一个表面酥皮而已。炸鱼翅，它是可以直接泡在水族箱里面，炸出来回家好吃，今天可以前天晚上就来吃。热松露酱配炸鱼翅。刚才昏死嘞，有无？哥哥，他的鱼翅有味入味吗？有软，有软，不是烂的那种 ，Q Q 软软。哦，里面蓬蓬的，还在冒烟呢，炸鱼翅。整形，他把鱼鳍啊什么的都明显的拉出来哦。他在油炸的时候还是要兼顾他的姿态，所以他有一个手法。你看他现在来了，你看他抓着鱼然后定型这样，我都不怕，他不怕烫。再看一次哦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再放手。你看它好有姿态哦，每一只都站起来耶。师傅为了要把香鱼炸到站起来，我看手都快烫伤了。你有吃过炸无花果吗？你有吃过吗？炸无花果，小锅。红红的香气已经闻到了。很高，很高，很高的。新出现的飞鸵牛，木炸新鲜的绿竹笋哦。木炸的。木炸的哦。像水滴一样哦。汤啊。对啊，它那里有土酱啊。这上面有刷上鳗鱼骨头熬的酱汁，撒上山椒粉。可以像阅兵一样也不容易，你看到没有？台南的栗子地瓜，居然还会冒烟呢，自带金光的地瓜。可是如果我们把片冬讲成火爹，人家就会骂我们没水准。仪式感哦。其实它是绝饼的做法，看出来了。只是说我把它边吃边咬。它有一点难度。你要呢？嗯。要怎么弄个啰嗦？